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讲到这个彼得他为接纳外邦人来做出解释。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一直都看到圣灵很清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五旬节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开始，就不断的在教会当中有很丰盛的一个圣灵的作为在当中，然后也感动众圣徒，让他们相聚，然后这个道也不断的被使徒们放胆的传扬，尽管有逼迫，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道还是复兴起来了。而当神的道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渐渐的这个人数慢慢的加增，慢慢的多起来，而人多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需要。所以在这个使徒的时代跟我们一样，虽然他们也都信了同一个的福音，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他们自己的一些的文化，保留他们自己的一些的看事情的眼光，一些的自己的风格，所以他们个人的着重点之间也会有差异。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聚集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圣灵也会在这个我们不同的当中，我们有分歧当中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学习怎样的互为肢体，怎样的在当中学习合一的功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哎呀，我比较喜欢二三十个人的教会，比较小，比较温馨，去到的时候，哎呀，大家都会认识到彼此，可以关心到彼此。哎呀，人多了慢慢就会很复杂，慢慢有很多的人事要处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往往会有的一个自己比较狭隘的眼光，我们想要避开这些的麻烦，我们怕人多起来的时候，这个人有他的意见，那个人有他的意见，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冲突，这样的一个张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他不只给我们能力传福音，不只扩张教会，他也必定会给我们智慧，还有给我们能力来维持教会，来管理教会。阿们。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真实的也看到他们有面对这些许多的问题。比方讲，在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的事情。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寡妇在供给的事情上受到忽略，可是之后使徒他们都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他们彼得靠着神的权柄责备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邪恶，然后使徒在这个寡妇的需要上，他们也兴起了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来服侍教会。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差异，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和完全的信任彼此。我们刚开始认识，你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心里是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动机，他来到的时候他的一个眼光是怎样的。所以有时候开始还没有认识，然后又要一起跟他共事的时候，事情就会好像很复杂。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怎样的顺着圣灵去处理每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寻找圣灵要指教我们的那个沟通的渠道，才能够一起的在教会当中继续的彼此服侍，继续的在这个信仰上共同的长进，也继续的在这个福音的工作当中继续的兴旺福音。尽管会有一些的二者的工作在当中，但是仍然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一些的
受割礼的犹太信徒就来质问他，为什么你去外邦人的家里吃饭？所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是有很严重的一个歧视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一些的文化背景，我们被这样的一个眼光限制，我们不能够马上走出来。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的事情非常的介意，我们的眼光还是特别的会在意一些我们以前就非常在意的事情。比方讲，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处事的时候很没有条理，或者他讲话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很没有这个文化水平，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会保留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偏好，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原有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继续的被真理教导更新，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可以除掉我们的偏见，可以生出怜悯的心去看待人的一些的软弱，可以不只是看到他们的软弱之后不只是定他们的罪，而是更加的关心我要怎样子让他归正，我要怎样子来劝导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要不断的省察的。所以我们坐着听到，如果我们没有省察，很多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哎呦，我们就忘了下个星期来的时候上个星期讲的道是什么，你肯定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反思我们的心境，我们的一个心灵当中的光景是有什么圣灵要指教我们的吗？要我们去对付的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触动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很天然的我们输血气的一个倾向一个性情很自然的就爆发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些的问题显出来的时候，也更是叫我们更清楚的看见我们需要继续的让主的话语来纠正我们，来管教我们也好，责备我们也好，指引我们回到那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这个转折里面，有很多这些犹太信徒他们都有他们与生俱来的这个保守的一个犹太教的观念，所以他们还不能够明白神的福音的这个救赎范围是普世性的。所以彼得让接受他们的审问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将圣灵给他的这个在他的身上的这个实际的作为讲解给他们听。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他强调他的使徒权，他没有说我是使徒你们就应该要听我的，我是使徒你们凭什么质问我，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虽然是主耶稣的大使徒，虽然是因着他的这个讲道然后就开始了有许多的信徒聚集，许多人归信了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做法是他向他们一一的讲解，他向他们讲解他怎样的在这个哥尼流的家中他被圣灵引导，然后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也领受圣灵。这个不是他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讲的就算了，而且他也有许多的见证人跟他一起到这个哥尼流的家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做神的事工里面，其实我们解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有时候人会有误解，有时候人会有自己的一些的成见，一些一知半解的地方，我们都要继续的
借着讲解来让人家的理性能够明白起来。所以真理是给我们逻辑的，真理是带给我们属灵的一个理解力的，让我们的眼光不再是只是局限于我们以前那种属血气的看外貌的一种的判断，而是会让我们的思想被开启，让我们可以按照客观的事实来看到，其实神在当中他有许多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成就的伟大的事情。所以当你解释清楚，让人看清楚原来在神在这个事情当中还有动工的时候，其实人他就会慢慢的放下自己的一些的成见，自己一些的很坚守的一些眼光。所以我们在教会都是需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子运作，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为什么教会里的钱要投入在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按着我的一个判断，按着我的经验来讲，这样子做不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都是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省察我们的那个原则，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跟神的旨意有冲突了，不符合神的道，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偏见的地方叫我们没有看到主要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朱牧师他也是常常在这个祷告会啊，像前不久在这个营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是一直的在，其实在跟就是生命堂人去讲解啊。所以好像今天他们搬迁的时候啊，他也会讲到这些为什么要搬迁呢，然后这些奉献的资金是要投入在哪一些的装修啊。所以为什么好像我们现在有这个会有资格啊这个 membership 吧，所以牧师也是会来跟我们讲解的。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牧师现在在美国宣教嘛，所以到处宣教，我们知道这个是大使命嘛，是对的嘛。但是我们会看到牧师其实他也是常常的会去跟会众去讲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去宣教，而不是留守在那个教会继续的让那个教想办法在那个教会办活动扩张新加坡那里的教会就好。所以他是一直要让人明白，让信徒明白那个轻重在哪里，为什么他做这样子的决定，为什么他做这样子的取舍，为什么他没有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他的本会当中，就是来牧养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的一个的价值理念在哪里，他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他都是一直有在讲解的。所以在我们听到当中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神也在当中操练我们，继续的训练我们的判断能力，继续的让我们看事情更有主的眼光跟心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个知识，而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一些的益处太过的看重，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自己的野心，有一些 ambition 就是要达成的事情，有一些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所以你反而过度关心，你反而过度的去执着的时候，反而很多时候你被蒙蔽。但是每一次圣灵借着他的道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谦卑领受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舍己，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个理念，我们也愿意不再寻求自己的喜悦，而是可以照主他自己的意思来叫主得荣耀。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我们一起看彼得这样子的说服这些责问他的犹太人，在他们都很难接受的事情上。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这里的一个背景就是神还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使外邦人，然后使这个哥尼流和他的一家都领受了圣灵。所以可能已经有一个风声，有消息已经传遍了，传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去了。所以越来越多外邦人归主嘛，越来越多人信主，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欢喜的事情，也应该是要赞美主的事情嘛。主的救恩临到了很多人，但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质疑，特别是在犹太信徒的身上，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一个割礼的一个传统一个礼仪，所以他们对彼得进到外邦人的家中吃饭，他们是非常有看法的。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想着啊，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问他。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现在去到耶路撒冷，他去的理由是什么，这里没有讲。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说，可能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是要禀报这个好消息给耶路撒冷教会，或者是可能他听到也听到了一些的消息，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到外邦人的家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很有看法，被这样的事情他们冲击到，所以他带着一个要保护教会要维护教会的心去耶路撒冷。所以当他上去的时候，果然他们犹太信徒就马上的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这个也跟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传统习俗有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你们跟那个人吃饭的时候，你进到他家的时候，其实就是接受他的文化了，跟他相交了。所以吃饭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举动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看到耶稣他去到一些的税吏啊妓女的家去吃饭的时候，其他的人看到也是非常的质疑，非常的认为为什么耶稣跟这些罪人一同吃饭，他们的反应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对他们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所以他们没有问为什么要给这些外邦人施洗，他们注重的是为什么跟他们吃饭。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仰跟关系是分隔开来的，就是你可以让这些外邦人信主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要跟他们掺杂在一起，你把这个福音给他们了，为什么你还要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在他的家里住这样久待这样久。所以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些的传统，并不是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来的。所以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义上我们明白福音讲什么，但是精神上可能我们未必还真的掌握到，可能我们未必还真的融会贯通，但是这个精神上的事情也是我们很难能够看到的。只有当有一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啊，你才知道诶，为什么这个人还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还会讲出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会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这样的事情出现其实也是好的，叫我们可以知道人心里面的一个光景，然后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处理，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被神更新改变。所以
第四节的时候，彼得他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所以就是他很仔细，他很仔细的跟他们讲。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被造是有理性功能的。所以虽然有一些人他们是蛮不讲理的，但是其实这种的任性有时候也是被慢慢的被惯出来。但是人还是有一个理性功能，是他能够听讲解的。所以他不明白的地方你要讲解，让他能够清楚，让他能够明白。所以一定要讲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我们愿意讲解，人家也未必愿意听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愿意听的人，愿意敞开他的耳朵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看事情会更加的清楚，因为他没有先带着他先入为主的眼光，他先愿意谦卑自己来听你的解释，明白整个事情的每一个的细节详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听解释人，还是我们马上就先反应了。所以家里，在家里也是这样，如果所有人都要讲话，没有人听的话，通常一定是会争吵了。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慢慢的听，然后我们才明白，才去反应。然后我们看到他这里就跟他们讲解，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十章我们已经讨论过，我们已经探讨过。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路加他没有很概括性的，他就讲哦，彼得他重复了那样的一个话，他没有很大总括的就把彼得的话讲记载下来，而是他把每一个的细节重复的记载。所以为什么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细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经是讲述到神救恩的一个作为的，所以必定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会重复两次。所以这里它的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福音要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这个是神他的心意来的，他自己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只要接纳外邦人进神的国度，其实是神一直隐藏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其实都有的一些的外邦人，他们被进到这个犹太的群体里面，好像路德啊这些，好像这个乃曼啊，他就听到了这个福音，当他得麻风病要去找这个以利亚得医治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旧约当中是没有这样明显的。而现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成就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要把这个福音也借着犹太人，借着这些使徒，然后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所讲的是事实的话，没有虚假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怕重复的去讲同样的东西。只有讲假话的你才需要这里偏一点啊，然后那里又要改一点嘛。所以你真的经过了，你真的看到这个是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次两次重复讲，让人都可以看到神他讲的去动工。
第九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这边，刚刚我们也有读到，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近亲来往本是不合宜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他给彼得看到的是这个动物的意象嘛，但是其实要跟他讲的是什么，是你不可以把人当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这个观念也是在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怎样的去看待彼此。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归于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边讲到两下，其实就是讲到两组人 two bodies，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他们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所以远处的人就是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两组人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然后归到同一位的圣父面前，借着同一位的中保。所以这里其实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敌意，那个冤仇已经被拿走了。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敌意的时候，其实也影响我们跟人有一个敌意。我们喜欢按着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我们喜欢按着我们自己所定的那个善恶。所以我们在人的层面上，我们也很喜欢分你我，我们很喜欢去跟我们一些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的，有一些我们喜欢的条件的人一起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有一些不同民族的啊，不同国家的啊，不同肤色啊，或还讲不同的语言啊，或不同的这些的社会阶层的人，我们就会很看重这些。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那个的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也不想要去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理解你呢？哎呀，你都是，我是这样子的人，跟你是这样子的人，我们都没有那个拉郎了嘛，我也费事去理睬你，我也费事去理解你内心里面有什么的难处，有什么的挣扎。但是如果我们都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是罪人，我们都同蒙一个恩典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的看待彼此？所以所有的和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开始。我们也要恢复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彼此，来怜悯彼此，来接纳彼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书信当中保罗的教导其实是有很多的彼此的，很多的我跟你之间，其实那个从前的敌意，从前的我们的那种的自我要挪去。所以从这个真理，从这个福音的教导继续延伸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的眼光来看人的一个生命，看一个灵魂，也更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了解他的为人，他的背景的时候，你
是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主，你才会能够接纳，才会懂得去原谅他，才懂得去担待他的一些的软弱的地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会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在人跟人的这个摩擦里面啊，也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应用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来到真理的面前，让真理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在一些的真实的挑战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确认，我们要总是先体贴我们自己的感受，体贴我们自己的冤屈。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公义的教导，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得罪了彼此，你要怎么做？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吗？圣经也有讲这些。但是这里以弗所书讲的是，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跟万民的那个关系恢复，我们在主内的肢体不再分这个的远处，不再分这个近处。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也讲，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所以不管你是这个巴巴瑞尼好吧，就是没有文化教育的、你是很落后的、或者是做奴隶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当你认识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要寻求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是寻求站在你这边的，不是寻求那些爱你的、跟你很相近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人站在我们这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潜在的敌意，我们没有直接的跟我们不喜欢的人对抗，但是我们慢慢的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一族人，形成我们自己的一群，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维护我这里的人，包庇我这里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就会失去了神的公义了。所以关系重要，公义也重要。所以真正的公义是其实是在爱里的公义。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一个的真理我们都要去对待它，我们不能、因为高举一个真理而去贬低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够因为当我们讲强调爱的时候就忽略了公义，或者当我们讲要公义要公平的时候，然后就没有这个爱心，没有这个慈爱为基础。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操练的，在凡事上都能够做得合一。所以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到十二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所以这里他这个圣经里面疑惑那里他也有一个别的翻译讲到，就是不要分别等类。所以就是不要去照着你的那个心意去分类、不要照着你的一个文化背景、一个世俗的标准去分。然后我们看到彼得他就去了，然后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家。所以看到我们这边看到他们是七个人一起的进到这个哥尼流的家里去。所以这个带出了其实彼得他有一个圣灵的名证，不是人叫他去的，他很清楚的让这个犹太人知道，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跟你们一样是犹太人，我也很反抗这个东西，我也跟你们一样认为这个外邦人是疏而不解的，我也知道这些的很多的这些的食物的礼仪跟外邦人不可以在一起的一些的条例，但是现在是圣灵指示我的，他使我看到异象，他预备我的心，然后他让我在异象中看见有人来找我，然后到在现实当中也真实的哥尼流差人来找他，所以哥尼流他自己也有一个圣灵的名证。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确定的名证去讲解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活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圣灵感动我，圣灵叫我去，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名证？因为有时候你讲圣灵嘛，你讲哎呦，这个是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权威是已经最大了嘛，你是指向什么？这样人还可以讲什么？啊，你就讲你是从这个圣灵感动了，我还可以讲什么？你就讲你是按照圣经了，我还可以讲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断章取义。所以他跟六位弟兄，所以有人可以跟他做见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宣教啊，我们探访啊，其实圣灵感动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说圣灵感动我去我就自己的去，然后回来就自己讲哦，圣灵感动我这样子做，其实这样子不好，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看到的东西，你自己的一个人的一个感觉，这样子是很主观的，谁能够证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你有你自己一些的私人的动机呢，可能你有一些自己的意识呢，所以圣灵教导我们的其实是我们服事的时候，至少起码你两个三个这样子的去，为什么？能够互相的监督，然后互相的彼此的守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的保护来的。第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所以这可能是他自己在跟他自己在啊，他在为他自己辩护啊，连天使都进去了，所以还要跟他们讲，他们也看到了天使，连天使都进去这个外邦人的家，连圣洁的天使都进到这个外邦人的家，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进外邦人的家是一件很不得了、得罪神了的事情。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所以我们也知道彼得也是受到感动，然后看到异象，然后他去宣讲这个的福音。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最可贵的、最宝贵的其实就是这个救恩的信息啊。所以圣灵来，他是要为谁做见证？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嘛。然后主说我们也要做见证嘛，所以我们是那个管道，我们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用来传扬他的这个救恩的信息。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的脚总是何等的佳美嘛，所以传扬这个救恩的信息是最宝贵的，不是神迹，不是传这些的释放医治，因为这些可能会带给人一时的新奇，一时的惊讶，但是他没有可以将灵魂从永死带到永生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上次前几次牧师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也分享到嘛，所以有时候这个有人有对的动机，有人有不对的动机，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被差遣是就是要传扬这个救恩的信息，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灵他要借着这个救恩的信息来工作。所以人有时候有病啊，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还有一些的家庭的问题啊，他人在这样的光景，他一定是想要快点的得到解放的吧。我们人很容易会受我们关乎我们自身的一些的很紧密的益处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会把我们全身心的关注在那里。好像今天你得了一个疾病，你肯定是想着，哎呦，我要怎样的快点可以恢复健康起来。你肯定是想着，哎呦，我这个关系，我跟我的儿女的关系啊，我跟我的夫妻之间啊，父母的关系啊，这些怎样的去和好。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人整个的关注都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问那个人他灵魂的光景是怎样子的。所以我们不是讲每一次就是要帮人解决问题吧，所以我们的那个主要的不是辅导人帮他解决他现在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吧。你没有钱啊，我借你，你的关系不好啊，我教你一些的方法。而是我们知道很多这些是人情人义的东西来的，其实真正人需要的是那个福音。真正有时候我们你很厉害辅导啊，或者你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他，但是可能你要先不那么快的满足他，而是先要向他传这个喜信，叫他知道其实他的灵魂的这个救恩其实是更重要的，叫他知道其实他很多这些生命的问题里面其实是跟他的罪，跟他与这个神的关系的一个隔绝是有关系的。所以人在这些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想，如果人真的不是迫切到他已经沉到深海处了，已经是很急迫了啊，现在没有钱就要被仇家砍死什么啊，到很严重的地步了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衡量，其实你要去想怎样子的让这个人去在他的困难里面明白。因为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的灵魂里面是有一种的刚硬的，这个不是一种态度的强硬，也不是一种有一种坏习惯啊，受到不好的教育啊，对福音对基督教育有什么偏见啊，当然这些也有。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圣经是讲到人对神是有一个敌意的，他的灵魂是刚硬的，是顽梗的。所以人离开了神，其实他是属肉的，也就是很多的事情他要的是属肉的，他看不到那个属灵的，他只需要现在很急切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但是他的那个急切的需要满足的时候，他就没有再想，哎呦，我要得到这个灵的需要了，他就没有再想，哎呦，我要去认识这位神了，他就没有再去想他灵魂的一个光景，他的生命的一个被造，一个目的，一个价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去训练的，我们也要去操练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呦很别扭啊，好像要跟人家讲这个罪的问题啊，讲这个审判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断的要去学习啊，然后怎样的很深入浅出的可以带出这个
福音的真理。所以就好像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谈到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像我们现在人的传福音什么讲到哦，神的爱，神很爱你啊，你要不要节制祷告，而是他很间接的很委婉的带出他的问题，然后把他的问题跟他灵魂的一个罪有一个连接，跟他灵魂现在跟神隔绝的那个光景也连接起来，然后引他到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信主，我不知道你们了，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信主了之后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很喜欢的随心所欲，很喜欢的随己意行，只有一次次的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一次次的碰钉子的时候，被神管教的时候，其实才真的谦卑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人很多时候是他真的需要一些的问题，他没有那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放飞自我，就享受在他自己的光景里面了，就觉得他是很安逸，他是在很平安的状态里面的。所以有时候其实神也故意这样子做了，让我们落到一个落魄的光景里面，让我们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我们才急迫的去呼求他。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是时常能够看到，好像玛纳西这个以色列最糟糕的王，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07篇讲到很多人都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心的一些的顽梗，因着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因着他们的一些的心理黑暗的地方，他们遇到困难，他们走到他们生命的一个旷野里面，他们走到他们生命的一个绝境里面，然后他们呼求神，神才赐给他们这个水源，神才叫他们在旷野里面去找到那个绿洲。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问一些信主的经历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能够确认到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人真的就是我们讲不见棺材你不信主啊。我们看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所以彼得他讲见证，但是他没有讲很久，他跟这些外邦人讲，他没有讲很多的话，因为其实圣灵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了，他们的这个土已经被神的工作松过，所以他们听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信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在五旬节的时候降在使徒们门徒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个也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其实神认同了这些外邦人，神赐圣灵给他们为印记。所以这个是我们该在情景文我们有读到，所以给他们一个结论，就是其实他们不能够不接受的，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意，这个是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神已经认同了这些人的生命，并且愿意将永生将生命一切的福气赐给他。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外在的一个证据跟内在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讲
传讲这个福音，但是我们的人的口是有限，真正能够叫一个人重生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动工。所以他彼得看到这个外在的证据了之后，他里面的圣灵其实就感动他，想起主的话。所以这也是耶稣说的，圣灵来要叫你们想起我曾经向你们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当我们看一些的外在证据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的现象啊，我们一些外在的一些的经历啊，一些体验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同时要有神的话语一起的确认，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护理，一个带领，你要跟神的话、神的道一起结合的。如果你只是看你这个周遭的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很迷茫的，你会很困惑的，你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反应的。但是你有跟神的话语连接的时候，主就会指教你，你应该怎样的去回应，你应该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查验，然后知道神在当中的那个作为是什么。所以他讲到这个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水是物质嘛，我们知道灵魂是非物质的嘛，所以灵魂的罪也不是讲我们经过一个水洗，我们经过一个仪式就好了。你经过那个仪式是代表你的灵魂被洗净，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内在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外在的彰显。神看重我们的灵魂，也看重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灵魂很邪恶的地方啊，我们灵魂有毒的地方，这个不是外在物质的水它能够洗净的，而是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洗净的。所以神洗人的灵魂的媒介就是圣灵，神用圣灵来洗净我们的灵魂，借着我们听信真理的福音，然后我们领受圣灵为印记。所以洗礼也更加的叫我们确认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作为，叫我们知道他进来了我们的生命，他干涉了我们的人生，他愿意与我们联合，然后他要继续的洗净我们的灵魂，还要继续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有成圣，不断的有长进。所以这个是灵魂被圣灵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其实那个水单单水洗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的是圣灵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真的洗了一个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罪悔改。所以圣灵会把我们带到认罪悔改的一个地步，所以圣灵来是叫我们知罪嘛，然后知道审判，然后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当圣灵还没有工作的时候，人只会知道他犯了什么这个国家的法度，他做了什么其他人很讨厌的事情，但是他不会看到原来他的生命里面，他灵魂里面潜藏的一些东西是得罪神的。所以有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叫他出现懊悔的心，他意识到他有罪了，
他意识到他的这个罪，如果没有蒙主的赦免的话，他就有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借着神的道一起的工作，叫我们懊悔，叫我们悔改。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对这个罪，我们是很轻描淡写的，我们是会觉得，哎呀，没有完全人的嘛，哎呀，大家都有错的啦，谁可以没有错嘞？都是会有一点小错的嘛，我们都会很轻忽，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内心的污秽，我们内心的邪恶是一个罪。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受洗班比这个受洗更加的重要，因为在受洗班的时候，你才经过更多的确认，你才更加的明白你在神面前应该要这样做，你才真的意识到你自己的罪跟神的一个隔绝的这个问题要怎样去处理，神要你怎样的回应。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49:6，我们一起读。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些关于救恩，关于主耶稣的事，在旧约当中其实都有预言了的，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而且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叫他们能够离弃他们的黑暗嘛。所以我们都知道光来到世上，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那接纳他的，接纳那个光的，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意生，而是从神生的。所以是神他自己亲自的拣选，亲自的拯救。那我们看17，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主神呢？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就是讲到彼得讲到我是谁，虽然我是这个众使徒当中站起来讲道的那个大使徒，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我算什么？神要做的事情我可以抵挡吗？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够拦阻神，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放下自己有一些的我们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传统，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心意的。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自己的传统，很多的时候不能够大过神的。我们能够抵挡神，但是你抵挡神其实就是以卵击石而已。而我们圣明，我们知道我们更加的是愿意顺服神，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更好的。我们知道他成就的事情其实是更美更伟大的事情，他的眼光不像我们那样的狭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有时候教会我们看到也继续的不断前进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圣灵怎样的带领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要看到主要怎样的带领我们在哪一些的地方有突破，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来做这个普世性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慢慢的
我们也知道要成为光，要兴起成为盐。这些很多的事工的需要啊，这些的工人的需要啊，还有很多世上的灵魂，都是我们要继续的要看到神他要做什么，我们可以怎样子的顺服，而不是我们要待在我们自己舒服的空间，我们要待在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比较好，跟我一起类似人，我不想要让那样子的人进来，我不想要让很多这些有我们自己眼中觉得奇怪的文化的人进来。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到众人其实他们都接受了彼得的解释，所以他们不但是头脑上明白，其实他们也愿意将荣耀归给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个就是彼得他借着圣灵，然后他借着他很实际的一个遭遇，按着主的心肠去跟众人解释的时候，最后众人就被劝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也要想着这样子，如果真的是一个神的工作的时候，你要这样子让人看到，你要这样子让人心服口服，让人知道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而是真的是神他自己要做的，可以才能够叫真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我们翻到十五节，我们翻到十五章一节，好，我读给大家听。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这里我们马上又看到什么，又来讲外邦人要受割礼，所以那个争议好像又回来了，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有一些矛盾的事情啊，有一些有争议事情，争议性的东西啊，它现实当中它就是没有这样容易的解决。这群人被说服了，另外一群人他又有另外一样的看法了。所以在教会也是同样，你跟人一些人讲明白了，另外一些人又有他自己的神学观点来反驳你，你跟他讲明了，又有另外一组的人可能还会翻圣经跟你讲，也有可能还会按着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跟你讲。所以这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重复的解释，我们需要继续的让人看见明证，尤其是关乎原则性的东西，关乎神他按着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心意，他必定要成就的东西，或者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必定要尽的一些的责任。所以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够模糊的，不能够今天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怎么你们这些人现在又来问我，我不想讲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就这样，不可以这样子，不能够就是这样子很随意的就让人这样子过去。所以真理的原则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改变的，因为神他的属性是永不改变，所以在真理在原则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站立的稳，不能够模棱两可，不能够变来变去。所以有时候基督徒也很会讲这样，我们要训练一点啊，我们要温驯一点啊，
我们要，哎呀，我们要灵巧一点啦，不要这样坚持己见嘛，不要一定要人家照你的看法嘛，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啊，我也可以有我的看法嘛，啊，多好哦。所以这个就慢慢会把客观的真理淡化成我们个人的一个偏好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理就受到攻击，每个人就会很自然的慢慢受到影响。所以教会不是凭着感觉来带领的，而是我们有真理的原则来引导我们。当然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挣扎， 有时候有一些的真理教导，我们知道你要跟人和，你要讲对的话，你要做一些的举动的时候，要去弥补什么也好啊，不是这样容易。但是我们一定要诚实的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那个不能，我们就削弱真理来体贴我们自己。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领受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也继续的更加的在智慧上有长进，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按着心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都能够一直的被真理的准绳给调整，能够越来越讨主的喜悦。而且我们不只有正确的心，我们也做对的事情，我们不是好心做坏事，而是我们按着真理去行，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的追求无愧的良心，无义的信心，按着神他所启示的那个超越性客观性的一个真理，我们按着神他的方式，他的教导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所以愿他的话语都继续的归正我们，教导我们学艺。我们祷告。是的，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的去与众人来讲解不明白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是有限的，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益处，个人的一个利益而被蒙蔽。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主啊，你也放置了不同的肢体，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的能够知道如何的更客观的来了解整件的事情。我们也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叫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原则上，我们能够坚守到底。主啊，我们知道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罪性有所抗拒，但是我们愿意被主你的话不断的纠正，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地步上，每个人的地步上，我们都更加的有长进。主啊，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我们的牧者，主，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尽管有时候我们会偏离，但你仍然的引领我们回到羊圈，你仍然的指教我们走正路。所以求主你继续的洁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各种的文化背景来的偏见，我们各种的假冒，我们能够除去，我们能够真实的爱你，也能够真实的爱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